神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ny 啊。OK， 今天我们要玩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是那个电话，你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数字在那边动的，那就是传说中的测量那个声音的仪器。然后我们的 rule 是这样，超过60的话就会中打。然后现在我手上的这就是武器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会吃东西，在这桌子上吃东西，只要有谁超过那个声音的话就会中打。超过了。所以我们现在 start 了，有六位参赛者 ，OK， 所以先 start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叫你们还没开始，他们就已经热身了。对，已经热身了。我们热身了嘛？热身一下，不打白不打。这样子哎，很怕哎。OK， 现在我要开始开这个杯面，等下先，然后要开这个 Hand Plus， 然后这个水倒进来，讲话也算的哦。哦，没有，我先解释。没有没有，讲话也算。OK， 来，我们试一下。OK， 好了，这算是第一个参赛者。哇，这样，我要做第二，我要做第二，你要做第二呢？我想试，都没有。第二个又是另外一个玩法了，你说我四个，你下次不用急，我这样搭配一个。OK，Ready， Stop。Thank you.
就来啊！讲 start 就来了， yeah. 注意注意注意 ，start。OK， 现在最后第二的挑战者就是小明。
游戏正式开始。更新，所以喜欢他们的话，记得 follow 他们的 IG 等等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啦！你们听，像不像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，那种贵的烟花，那它的音响很饱，国际烟花，那种烟。
样？这个是没有，你不要这样讲啊。